林佑威又李威曾以威威男团出道，三社自林佑威脸书。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，事隔十多年后，双威李威、林佑威与男团再度合体，在电影《奶爸同盟》将有吃重演出。算一算，两人认识也快20年了。由李威、林佑威以及中国新星李若嘉、陈稳、陆子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《奶爸同盟》日前在四川重庆举行开机仪式，剧情以一群通过气道领赏为生的独特人群为故事背景，描述风流倜傥、拥有超强推理能力的父子和英俊潇洒、身手不凡的另一对父女，因一张2000万元的悬赏令衍生一段精彩绝伦、爆笑连连的故事。该片男主角李威、林佑威曾以威威男团出道，后来李威主演多部偶像剧，以《斗牛》要不要入围第43届电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林佑威近来也专注戏剧演出，靠着偶像剧《两个爸爸》精湛演技获2013年华剧大赏最佳男演员奖。这回双威组合再合体，林佑威难掩惊讶表情说，认识快20年了，终于再次合作。